南加州居民，这为大家服务超过140年的南加天然气公司，最近传出了好消息，全新推出的客户扶助计划，不止目前已经提供了超过150万个用户享受减价优惠，现在更进一步放宽收入限制，还有加入的资格，要帮助更多低收入客户节省能源费用。选在圆桌会议上，南加天然气公司的中文发言人唐佳慧大声宣布，客户扶助计划已经加惠50万低收入户。平均省下10%以上的能源费用，而下一步就是让更多华人知道家庭节能升级的服务好处多多。节能的家庭补助计划，那它是一个家庭装修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申请这个计划的话呢，他们会派人去你家里面帮你做一些，比如说，花洒的流量控制，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个防寒保暖的工作，那还有就是检测你的热水器是不是有漏水的一些这样的服务，那这些都是免费的。不仅节能装修免费，更重要的是活动还秀出大型英文海报，深入介绍客户扶助计划所提供的紧急账单援助，例如可供应额外的瓦斯额度给患有罕见疾病的客户，照顾弱势家庭。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really want to emphasize is that it's not always based on income. If you are already part of a public purpose program, such as Medicaid, or school lunch, or CalFresh, which used to be known as food stamps.You don't have to fill out the income por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you just click or check depending on how you sign up. 专业服务南加州将近2000万民众，南加天然气公司鼓励华人踊跃申请客户扶助计划。民众了解更多详情，欢迎上南加天然气公司的官网 socalgas.com 或拨打中文服务热线查询更多服务。东森新闻彭迪、陈兆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